半年的最后一天你会在哪里？快来加入转动台湾向前行的行列哦！10月8日转动台湾先锋队率先从台中出发，48小时不间断接力环岛活动，为12月31转动台湾向前行揭开序幕。台中市长胡志强更亲手赠予乡亲祝福的国庆福袋，文建会主委甚至仍为先锋队披上接力带后，车队随即展开48小时、1000公里的环岛路程。这个活动哈，我觉得选在今天格外有意义啊，因为我们48小时以后，我们回来到圆满剧场啊，这是我们的国庆晚会的开始的时间，所以啊，我在这里啊，特别感谢现场各位车友啊，这么辛苦的来参与啊，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我们这样的活动，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，转动台湾向前行在12月31号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啊，让我们一起骑着我们大家最爱的自行车，然后带着中华民国，带着台湾，我们转动台湾，迈向下一个100年，好不好？在48小时内接力环岛，除了面对时间压力，东部与山区连日豪雨，不但视线受影响，还得忍受风雨交加带来的寒冷，让整个活动难度大幅增加。但途中也有一些意外的惊喜，例如像交往已久的女友求婚等趣事，一路上大家都带着微笑，希望传达一个信念，也就是邀请大家12月31日一起来齐心接力转动台湾，一起迈向下一个100年。本节目媒体公关组台中报道。